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《地城邂逅记忆重启》，这里是达克。我今天要讲的是《英雄试炼：天的引导篇》EXX 通关。那它是怕暗属性跟火属性，那刚好我有火队，所以我就直接使用我的火队，所以打得像是相当的轻松吧。原则上选择角色就是一样，克对方的属性，然后降低对方的属性耐性，提升自己的属性攻击力。然后魔耐、物耐、力量、魔力，然后全体都被 damage 就是单体被 damage，还有自身的必杀技 gauge 量上升等等的，这些都是选择的条件之一。那原则上没有太大特别，但记得要放降力就对了。因为它有两只，所以我会放中间那招，而不是放第三招只打单体的。但有些人会说，欸，这个神官在，你会比较难打完，因为它会一直补血，所以有些人也可以建议，有些人是先靠神官，就像是这样。也不是不行。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啊，轻松碾压。主要要注意就是魔导师他会放补血，所以不要让他补血，就是先把他杀了，或者说让他降低他补血的恢复量，这也是一招。那如果你输出够高，当然就直接把他靠到挂，就这么简单。好的，喜欢我影片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